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彦君，很开心来到宝曼兰多的活动。宝曼兰多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一个认真精益求精的一个品牌，它所有的产品据我所知都是用手工去做的。另外，它给我的感觉会非常的年轻跟有活力，就我觉得非常的敬佩跟欣赏。它的工艺先进好看之外，它其实有精致的东西在里面。今天参加这个论坛，其实我感受到它传达的讯息，就是我们在佩戴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不同的颜色它里面蕴含着不同的情绪。今天我佩戴的这些珠宝的颜色，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它所传达可能会比较偏一个深邃跟比较深沉的一个感情在里面，所以其实在今天的造型方面也是延续的这个主题。我自己在佩戴饰品的话，我其实蛮喜欢不同元素的或者不同颜色的东西会叠在一起，所以今天我在选取宝曼兰朵的珠宝的时候，我也在用这一个方式去穿搭，就是会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不设限的去挑战新的领域，并且希望能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完成它。